长沙真会玩，把斑马线变成了粉红色的爱心。坐着电梯向外看，粉红色斑马线非常抢眼。这是在楼上俯瞰的视角，目前已经有三条斑马线画上了爱心，还看见了解放西的车开过，应该是托子锁的那架吧。灯牌红色的光把斑马线渲染得更加炽热。这边的爱心才刚刚开工，3月7号晚女生节这天突然营业。长沙你真的好会哦，真是一个浪漫又有爱的网红城市。拍照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也下去凑个热闹吧。穿着王一博同款鞋，马上要走上这粉色斑马线，有一种走红地毯的感觉。可以快一点看我吗？这油漆一铺上去咋就干了？很厉害耶！我怎么有一种把女神节过成了情人节的奇怪感觉呢？